姥爷弄的，你姥爷从山抠的呢。哎呀，这里头埋在土里，你看这有多坚强。这个堆挪过来看吗？这堆也得挪，你看那个要一整整上外去了。我放完你再拿啊，搁这儿，搁这儿。这埋是那年我整的，那那也没埋齐，跟谁来的？给我砸底下了。想起来了，也没整齐，咱俩整的吧？嗯。女的就不行吧？还得找立功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往这儿吧。对对对，跟边上。哎，这三朵最好看，最大了。嗯。花盆能整没了，多远抠回来的，跟前都没有。所以我妈说我们这花盆不能动，那就不用动吧，大成。还抠吧，一左溜都抠回来了。你围着这树得了，行吧？不是，那就这么地吧。那别挪了。那到这。啊，不是，那那嘎达花还有没有了？咋了？这嘎达得挪了。啊，那嘎好像得挪嘛，你这能过去了吗？就这个不用，这花还有地方待吗？这有地方。哎呀，完了，你给倒了土了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。妈，这个放哪？还要吗？不要了。这。完了，倒出个大坑来。没事儿，咱再填。把破砖头扔里点儿，那个半拉的。哎呀，你瞅我跟那啥似的，两块干啥的？对，那都破砖头了。倒着就填不了土。改吧。整个专属的小花园呗。对呀、啊。保护起来。保护起来给它，要不鸡给蹬了，整没了。那个废物利用，这个你正好够大吧？缺点儿，不过还跟那小片的啊，还是不够。搁这个，那不还一块吗？这边围园子，那边栽葱。底下冻着呢，这葱太小的能长出来吗？能，我奶说抗造。你干啥呀？你呼哧带喘的，干扫是吧？嗯，说那个啥叫不扫？就接那个，我够不着。来，那咱俩胳膊不一样长。那一块有充电的油锯，这个小花园围好了，里边的花是我姥爷在山上抠下来的，现在太阳落山了，他们已经合上了。